大家好，这算有今天第一次跟我见到面的吗？今天第一次，下午有见过的也可以举，没关系。哦，那边有个很亮的走掉了。OK， 好。那因为我习惯就是如果有就是活动比较近，同一个礼拜的同一天的歌单，我都会尽量排不一样。所以今天等一下要带来一首有点怀旧的歌曲。 对，但是因为它有想要跟大家一起玩的地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陪我一起完成它这样子。那这首歌的话，它的主歌中间会有一个小段，然后第一次是喊 s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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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e， 我都会跟大家一起喊，不要慌，我都会一起喊。对，然后第二次会喊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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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然后重点就是这首歌的，就是它最精神的动作。 然后大家可以先把手借给我，这样。对，先打开，然后关起来，再打开。对，然后对，等一下我就会exe，exe，exe，这样。对，大家就是大家陪我做这个的话，我会非常非常开心的。好，为大家带来 Love Exe。 一天の儚い言葉を始末に流れる時を追い越して駆け抜ける世界。
くつもの名前といくつもの体を使い分けてうまく生きているけど、そ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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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の奥に痛いよ、音立ててひしむよ、きっとその命ここにあるから。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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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lusive 新しい明日が Exclusive 今こき出す Exclusive 運命の波間にさらわれたくはない。いつでも儚いことを流れる時を追い越して駆け抜ける世界、 Rainbow Star 私はいつも祈ってる、熱い想いをぶつけたら奇跡下げ起こせるから。この奇跡すべてを追いとどめひしむよ、きっと心命ここにあるから、そ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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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奇跡すべてを寂しさげひしむよ、きっと気ばな言葉ここにあるから。Hey hey hey Exclusive 懐かしい歌声今聞こえる真空の中でも受け止めるのはなぜ、通じ合うその喜びを感じたい、場所も時間も飛び越えて分け合える世界、信じ合うことを全てと悟ったよ、君をもう一度見つけたら涙さえ輝くから。那等一下会有三次的 Exclusive 跟两次的嘿嘿，希望可以跟大家玩玩看， OK 吗？准备好我们就要开始了，一起go Exclusive儚いことを惜しまずに流れる時を追い越して駆け抜ける世界、通じ合うその喜びを感じたい、多少の時間も飛び越えて分け合える世界、信じ合うことを全てと悟ったよ、君をもう一度見つけたら涙さげ輝くから。愛愛愛愛チャベアベナナチンア、嗨比我就是这几天脑袋想象中的再更热闹一点，好开心哦！谢谢谢谢。这首好玩吗？这首好玩吗？好玩哈，好玩。那我以后就是抓一些机会让它常出现好了。那接下来要唱一首教自己的原创曲啦，耶！哈，哇，谢谢你们，好捧场 ，love。好，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Change Your World》。
世界の果てに何かがあると信じながら歩いてきた。まだ見つけられない答え探して歩幅広く進み続けた。でもわからない人は悲しみを陰ないまま憎しみ合うの。争うばかりの日々を乗り越えてたどり着きたいよ明日が。未来は輝いて願う声は高らかに響いた。行くよ未来は今染めて。薄れた情立ち止まって日焼けた空間こぼれないようにして言葉の微光灯も流れる流星のよう気がついてほしい。深い闇からも聞こえてくる安定くれないこの宇宙どこする迷う猪木やチェンジャーボー青ドラボーかける風と物語は赤く一つ二つ数えた意味ならと Think of itと裏腹な涙それは希望に満ちてるの。それはただの朝笑う表情を燃やし咲く曲を込めて。谢谢。
那在进行娇娇的最后一首歌之前，要来宣传一下自己的事情。好，那我刚刚三首歌的表现，就是有没有看过娇娇的人，或者是还不熟悉娇娇的人，觉得表现还不错的话，欢迎就是到 Facebook、Twitter、IG 跟 YouTube 搜寻 RUKABANANA 就可以找到我所有的官方账号。我官方账号这四个字越讲越顺，太好了。好，那不要拍啊，丢脸啊！不要拍啊！对，然后娇娇等等会是中演悟饭，然后下一场的活动的话呢是下个礼拜，今天刚公布的李李的圣诞季，对，下个礼拜只有这一场，连我自己都觉得。好，我不习惯，我自己可以这样讲吗？然后十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就是万圣节那一周，娇娇一开始会在 ATT eLife 参加那个对酷派对舞场，然后我晚上会赶去一个还没有公开行程的地方继续我的行程，然后礼拜天的话呢会先去捷克音乐参加 SSR13，就是 Halloween 的主题，然后晚上再赶去 ATT eLife 参加酷派对晚场，这样，对，所以下个礼拜出现一次，不过下礼拜会出现很多次，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再来看看我。好，然后再次感谢就是今天的寿星雅瓦拉，对我上面还签了，就是我等一下天体地图的时候会把它丢出去，然后请大家不要闪它，我也会甩小力一点，好不好？我会尽量把它甩小力一点的。憂鬱に飲み込まれたの夜に君は僕を見つけた感覚を抜き捨てて刻んだあの空の欠片の世界怖くて笑顔を貼り付けた心の奥に誓った感覚を抜き捨てて